大叔还要大叔，撞猴之后灵魂交换，卡通都这么远的，这么乖不是阿护吧？一直撒娇的欧莱，黑牛潘嘟嘟，杀气杀气。怎么了？有事吗？你吃饱了没？开门给你吃的，你单独吃一份的。你真的是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孩子的，很棒啊！好，爸爸工作，不要妨害我。你真的是很塞奶呢，你知道吗？爸爸真的来不及了，小朋友，没事养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很棒。哥哥可以跟你一样大有多好？习武的小孩。阿虎，要不要吃饭？阿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去找黑妞玩，黑妞来找你了，你看你看，黑妞来陪你了。黑妞，哎呀，黑妞跟阿虎有多好的。黑妞，跟我睡好了。黑妞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证明，对不对？阿虎，你帮我作证。干嘛？好了，这里不是你们可以玩耍的地方。真是太可爱了。嗯，欧莲啊，你已经熬化了呢，怎么变得那么的傻家？这真的是欧莲吗？啊，这里跟阿虎的灵魂交换了。阿虎，哎，欧莲，你在干嘛？阿虎就像欧莲，欧莲就像阿虎，那黑洞是谁呢？你讲吗？看一下这个身材，这个是阿虎对吧？欧莲下去。啊，撞头，对，也没错，卡通龙这么演的，撞头之后灵魂交换。啊，你倒下，我就相信你是阿虎啊。没错，阿虎又回来了。阿虎回来了，那你是谁啊？啊，黑妞也来了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哈，多撒娇。黑妞，吃饭吗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都来都来了。阿虎，好好好，想吃什么？阿虎最近变得好像蛮懂事的哎，反而是欧莲进来，有没有？阿虎从不沉着稳定啊，一直撒娇的欧莲，一个家庭啊。这么乖不是阿虎吧？还是你跟堆堆交换了？黑妞跟爸爸也差好的。哎呀，真的是就这样子，你看这个完全没作假吧？黑妞妞，有没有？这个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不能真。哎，好，潘嘟嘟，黑妞潘嘟嘟。哎呀呀呀，来，我们来吃饭了。爸爸的好孩子哦，这就是家教。黑妞，可以不要在地上吃吗？太可爱了。干嘛？阿虎跟老爸睡觉吗？真的是很棒哎！你真的是一个小朋友嘞，知道吗？你真的是人吗？啊，不对，是猫吗？妈呀，我也受不了，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！你看这个脸，阿虎，好了，你睡，你睡，现在天亮了，不睡也不行了。啊，我一大早还得赶工啊。晚安。哎，我先把这个煮水。比大叔还要大叔，有没有搞错？你坐这边鼓鼓的，我就真的以为你是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爱谁？我就真的以为你是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爱谁？你爱谁？杀气杀气！对不起对不起。哦，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来来上来上来上来。好，最近最喜欢睡那里。对，我喜欢睡那边，陪我一起睡。我是受不了的可爱了你呀、啊，哎。你说他是个猫，你信吗？猫界楷模啊，阿虎啊，我们的前世应该很有姻缘吧。